是哇，这个是我这次买的最开心的一样东西。哇，它的盒子也包得好美哦。哒哒，这包装很好，精美。这个是 Meta Build EVA 零一 Desktop。我们的使徒，这是几号机？一号机没有错，那盒子超美的吧？好，那我们把它小心翼翼的放回去。六盒的，也是一样是使徒行者的模型。然后据淘宝那边说的话，就是那个卖家说他们是把模型哦上好色，是还是需要自己组装，所以这样就买了六盒。好，先把它们放在这边。我这边还一箱是什么？我看看啊。这就是刚刚的那四盒，这边有12/20/24，就是该那个拿来收 fabric 的它的盒子，我们一样。就是买的东西其实蛮多，是重复的数量，又买到几个。这个我在拿它的时候就感觉到是什么，这个一样是那个手机计步器，这是帮我姐姐买的，这么小一个，哇，超占空间的耶，这么小一个也要用到一个，受不了。这个放在鱼缸，就是给鱼当作装饰休息用的。这好像也是灯呢，哦，这个不是灯，这个是是防喷的那个网，就在录音的时候，好难开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怎么这个东西要这么难开？奇怪。对 ，Pop Shell， 这样的，现在录音的时候可以防止你喷麦。嗯。超多小小样。要用剪刀，赶快用剪刀。这是什么呢？什么？
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所以我就不收了。上面写着“行走的不懂什么艺术”，我们的鞋带。